Hey yo, what up? 这里是 Salad Bar 沙拉包。那么上一期视频呢，我对比分析了几款百元以内的素色 T 恤，然后视频的反响也非常不错，基本上是我近期以来反响最好的一期视频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硬币点赞跟关注。当然也有些观众在评论里面提出问我能不能推荐一些不是这么便宜的一个 T 恤哦。在此我也借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吧，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性价比这个事情的，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句话我认为适用于绝大多数的产品也好，衣服也好。虽然我的频道主要以推荐一些比较平价的服饰为主，但是我还是觉得在大家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买自己买的最贵的总是没有错的。那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放心，不是最贵的，也不是特别贵的，但是是有更好质感的一个素色 T 恤，来自 Usage。如果是常常看我视频的老观众的话，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 Usage 的一个死忠粉哦。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Usage 推出了一个 Weekly T-shirt， 推出了七个颜色的素色 T 恤，然后一周七天，每天可以换着穿，不重样的。当时推出的时候也得到了不少这个同行的概念抄袭，大家都纷纷推出了这个 Weekly T-shirt。 那么今年 Usage 索性它推出了一个叫 Weekly T Plus， 一次性推出了七加一八个颜色的一个素色 T 恤，而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件素色 T 以及一件印花 T。 收到衣服的时候，我还是再一次感叹 Usage 的包装袋真的很有质感。打开包装后，在 T 恤的外面有一个腰封，无论是腰封的材质还是腰封后面的这个 Thank You 的这个贴纸都很有质感。在衣服的左胸口贴了一个 Sea Island 的贴纸，对服装有一定了解的观众肯定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陌生。 Sea Island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海岛棉的意思。平常我们买衣服的时候经常能听到一些什么海岛棉、长绒棉、埃及棉等等一些名词，那这些不同的棉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今天我就借这个视频给大家科普一下。长绒棉其实就是海岛棉，它们俩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叫法而已。长绒棉顾名思义，它的特点在于纤维比较长，一般在33到39厘米之间。跟普通的棉花相比，长绒棉所制作的面料，它的表面会更加有光泽，然后有一定的丝绸感，而且它不容易起球。而像我们平常常常听到的埃及棉、新疆棉、匹马棉，其实都是属于长绒棉的一种。埃及棉就是产地在埃及的长绒棉，由于纤维长、强度高，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那当然也是最贵的。然而请注意，很多我们平常看到宣称自己为埃及棉的，其实可能就不是埃及棉。有些品牌的面料，他们的埃及棉含量可能只有 5%， 但是他们就敢叫自己做埃及棉，所以这个里面水很深。说到埃及棉，那我们就不能不提 Giza 棉。 Giza 就是吉萨，吉萨是埃及的一个城市，那么盛产金字塔，所以的话吉萨棉其实也是属于埃及棉的一种，但是是最好的那种。匹马棉也是一种长绒棉，起源于秘鲁，但是它的名字很有意思，来自美国印第安的一个匹马部落，一个匹马族。现在的话匹马棉的产地主要在秘鲁、澳大利亚还有美国。说到匹马棉的话，我们就不能不说 Supima。 如果你对优衣库有一定了解的话，你一定知道优衣库有款 T 恤就是 Supima 这个材质的，然后也非常非常的舒服。那 Supima 的全称其实就是 Superior Pima， 就是上好的这个匹马面料。跟普通匹马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它是100%保证是美国产。比较有趣的是 Supima 有个官网啊，那个官网的一个 slogan 是 World Finest Cotton， 就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但是真的是吗？刚刚上面说的都是一些国外的棉花，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国内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棉花，也就是新疆棉。那新疆长绒棉的话，现在基本上是我们国内纯棉品质的一个优秀代表，原产地为南美，现在主要产地在新疆吐鲁番。因为天气和产区比较集中，所以和国内其他产区的一个棉花相比的话，新疆棉的一个色泽、长度、易纤、强力都是国内最好的。而这一次 Usage 所宣称用的一个海岛棉，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长绒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颜色的一个染料跟染色方式不同，所以即使同样都是新疆棉，但是它们的一个面料手感也各自不同。这两件素色 T 恤的话都是230克的克重哦，但是
这件橘黄色的手感就会比这件咖色的要好很多，这件橘黄色的真的非常舒服。而这件印花 T 的一个面料克重是260克，比刚刚那两件要重了30克，整体要厚一些，所以的话它的一个手感也会稍微偏硬一点，而且在面料纹理上也稍有差别。这件印花 T 它是一个竹节纹理的哦，看上去整体会更加的有质感。但是总体来说，三件面料的一个手感都是相当不错的，穿在身上比较厚实，比较挺阔，然后但是同时又不会太闷哦。除了面料使用新疆长绒棉以外，我认为 Usage 这三件 T 恤跟其他品牌的一个 T 恤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个颜色，它使用的都是一些低饱和度的颜色，不是那种特别艳丽的颜色，然后面料表面质感的话有一些略微的一些水洗做旧感哦，就是给我一种满满的一种复古的感觉。这件印花 T 官方店铺里面写的是藏青色，但我实际收到后是深灰色，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比藏青色要好看。然后它的一个印花的质感也非常棒，应该也是胶印薄薄的一层，但是我以前买的这种深色 T 上面做白色印花的胶印都是非常非常厚的一层，夏天穿上去就难免会不太透气哦，但这个印花就是摸上去软软的，然后也比较透气，就很舒服。然而这几件衣服我刚收到的时候就跟其他的一个衣服一样，就是有一股浓浓的那种新衣服的那种酸臭感，虽然新衣服洗过之后就没味道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收到的时候已经是被处理过，已经是没有味道的话，会让我觉得更加的有质感一些。在版型方面的话，这件衣服我上身 XL 码，整体感觉就是比较适中，但是又稍微有些宽松感哦。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袖子是有一些略微的一个落肩的一个设计哦，所以穿起来还比较舒服，不会说觉得挤挤的。领口的话都是二本针加固的一个领口哦，不用担心洗完之后会变形还是怎么样。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它的领口比较紧哦，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领口比较紧一点的衣服，单穿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精神一点，做内搭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就是说里面的领子这样子耷拉下来就是很邋遢的那种感觉。但是有一些可能比较胖的朋友就不太喜欢领口太紧的哦，因为你们可能会觉得会有点这个勒脖子。另外这件 T 恤上还有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小细节哦，就是它的一个领标和侧标，根据产品页面上写的，它们是用老式的木梭机制造而成的哦，那整体质感非常棒，我相信如果你们喜欢复古喜欢 vintage 的话，一定会很喜欢这个领标，就很有那种古着上面那种衣服的标的那种感觉。最后当然还是按照惯例我们要说一下价格，这两件素色 T 的一个价格是129元，而这件印花 T 的一个价格是179元。结合整体的一个面料颜色和质感，印花 T 129元的价格我觉得是100%推荐入的哦。至于这件印花 T 的话是比素色 T 要贵了50块钱，但是无论是从这个竹节纹理的这个面料质感，还是说从这个印花这个剪刀手我非常喜欢哦来说，我觉得这件 T 恤我也是比较推荐的。但是 Usage 一直很抢手啊，一般都要靠抢的，所以我不知道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你们还能不能买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跟尺码。 OK， 那么以上差不多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稍微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平常我们经常听到的几种棉花，然后也给大家介绍了三件我新入的这个 Usage 的一个素色 T 跟印花 T。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麻烦帮我点个赞、投币、关注一下、收藏一下。我是沙拉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他使用了